海报时尚的报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高伟光。那太多不同了，首先戏多了，整个所有的故事都是围绕着东华跟凤九而展开的。其实都喜欢了，我觉得就要尝试不同的类型，都挺喜欢的啊，都挺喜欢的。可能这个角色演成了，就大家就会多关注一些，比如说东华帝君。其实是一个青春的记忆吧，对我的青春，对我差点说我小时候，没有小时候，其实我上高中的时候，哎呀，完了，完了，我上学的时候啊，上学的时候，就是头一本那个网络小说叫做《第一次亲密接触》，他那个作者就喜欢用深情的杰克啊这种类似的名字去做自己的网名。Panther 吧，凤九的这种灵气上的气质和这个系列的东西，我觉得很符合。不管是圣诞节还是元旦节还是新年，我都希望能跟我的父母一起过。我觉得这个 Santos 就很棒。它这款 Santos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系列，然后它又有一些创新的元素啊，而且还很好带。哪里都帅，光哥，我爱你，尺度比较大，都能接受，高，很高，非常高，有很多红色了啊，一见钟情，啊，多来几次。这一首再来几次。